的长官跟贵宾哦，今天都拨空前来力挺哦。待会呢，在我们记者会当中，我们除了要为大家公布我们一系列的幸运儿之外呢，今天也借着这个记者会活动，我们有颁奖的活动哦。那也非常非常恭喜呢，我们目前已经有诞生的两位百万汽车得主，今天也都来到现场了，非常非常的恭喜大家。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所有还没有登录发票或者是还没有买起来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多多的来振兴哦，我们高雄的经济，欢迎大家多多买起来，然后一起来登录发票抽大奖喽！我们振兴开麦拉高雄放最大的活动，我们待会马上就要正式开始，邀请我们现场的长官跟贵宾都可以帮我们准备就座，谢谢。我们今天的活动记者会，我是凯莉，我是凯莉。当然呢，首先要先非常感谢哦大家的力挺，为了在这个疫情过后呢，可以一起刺激我们的这个商机，然后呢，并且让我们的经济重新的再一次有创下消费的高峰。大家是不是可以先给我们高雄市政府还有所有的合作店家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谢谢大家，真的是不断哦强力的推出相当多消费加码的这个振兴方案，然后的这个优惠哦。那当然呢，虽然今天是星期一，但是我们是一个 Happy Monday， 在星期一的一大早，我们就要给大家无限放大的幸运。那当然，在今天的活动一开始呢，也谢谢所有的长官跟贵宾哦，特别特别百忙当中抽空来力挺。所以接下来凯莉在这里呢，也来为大家唱名做介绍。首先要先让我们热情掌声来欢迎的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的代理市长杨明洲市长，市长好。市长今天特别在百忙当中抽空来力挺我们的记者会共享盛举，而紧接着要继续欢迎的是我们经济发展局高振远副局长，掌声欢迎我们的副局长，谢谢，也谢谢我们的经发局哦这样的大力支持。继续要介绍的是我们文化局的林尚英代理局长，局长好，也谢谢我们的文化局，谢谢。紧接着要继续介绍的是农业局的代理局长王正义局长，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新闻局的简美玲代理局长，掌声欢迎我们的局长，欢迎局长好。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运动发展局的周明正代理局长，局长好，谢谢局长。紧接着要继续介绍的是我们观光局的叶欣雅副局长，副局长好，也谢谢我们的观光局哦，这次在住宿啊以及食衣住行都有相当多的这个支持。而紧接着我们要继续介绍的是我们出席的厂商代表，首先要先介绍的是我们大统集团张明池副总，掌声欢迎副总。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大力的潘金坤行销经理，谢谢，欢迎我们的经理。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大乐的黄延平行销经理，欢迎经理，对，欢迎。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家乐福的陈一方经理，欢迎我们的经理，谢谢，也谢谢我们家乐福的支持。接下来要介绍的是我们汉神分馆的曾杰林经理，我们的曾经理，掌声。一开始呢，赶快要邀请到我们的高雄市政府代理市长杨明洲市长来到我们的台上为我们致辞，掌声有请我们的市长。现场我们各位的百货公司，还有我们各位卖场的业者，还有媒体朋友，市民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好。非常的谢谢啊。那么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后疫情时代的来临，那除了我们中央推出来这个三倍券以外，那我们这一个市政府呢，也为了拼振兴商机，那我们各局处今天莅临的相当多的局处也都一样，大家都一起来配合，所以我们各局处呢也推出很多项的优惠活动。那我们百货公司还有我们的卖场商圈也推出了相当多的这些振兴优惠主要就是要让我们不管是我们的高雄市民也好或者是外县市的朋友能够到高雄来这个住得好玩得疯，那么也能够消费得非常的愉快。那么无论是高雄市民或者是来高雄的这些游客，我们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超值的消费组合。那我们今天
除了我们经发局推出的这一个真心购物嘉年华以外，像我们的观光局，那么也推出了很多款的优惠组合。那我们的这个文化局也推出我们的电影馆，看电影呢也可以享优惠的票价。那樱花局也推出了我们峰山运动园区的这一个翻倍送。那农业局也推出了农游券，加码100元。还有我们金花局刚说的，最主要的是金花局的这个活动，那么振兴购物嘉年华。那这个除了我们日日抽抵用券，那么周周抽黄金，那还有月月抽汽车。那今天我们7月跟8月的汽车的得主也都有到现场。那我们9月还有一次，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利用暑假期间尽量来高雄市消费。我们9月还有一次的这一个抽汽车的机会。那我们的这一个振兴购物嘉年华活动也非常的受到大家的这个响应了。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上网登录的这一个统一发票已经超过11万张，那么这一个整个消费的金额也超过7亿。那我刚问我们的副局长，这个其实登录的这个手续应该是很方便，但是我们大家都忘了登录。我从活动开始到现在，我才现在知道说可以抽这么好的汽车，其实我都忘了去登录了哦。那真的要呼吁我们各位市民朋友也好，我们这个游客务必在高雄消费满500元凭着发票一定不要忘了要上网去登录，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抽大奖，就可以抽大奖。那我们今天这个我们现场的这个所谓的百万名车的得奖人，我们的卢小姐还有家人，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那我们今天8月份的我们的这一个得奖者两位都有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一个活动呢到8月31号就截止了。我们希望在这段期间剩下大概1个月的时间左右，我们各位市民朋友能够踊跃出来消费，我们其他县市的朋友也能够踊跃到高雄来欣赏我们的高雄山海河港以及我们的热情人文。那当然除了这个旅游以外，我们高雄还有很多的美食还有很多的美食。那么我们不管怎么样能够希望到高雄来，不管是好吃好玩旅游的行程以外，我们希望能够到高雄来能够抽中大奖能够把这个大奖带回去不管最后呢再一次的这个祝福我们现场的各位贵宾大家都身体健康。那我们的在座的各位百货公司大卖场的业者我们希望能够在后疫情的时代配合我们中央的三倍券，我们高雄的这一个抵用券，还有我们中央的农游券，还有我们这个农业局加码的这个100元，都能够让大家在高雄玩得愉快吃得愉快，住得愉快。那么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多谢大家，谢谢。谢谢市长，谢谢。没错，如同刚刚市长说的，这个上网登录发票的手续真的很简单哦，凯莉也有登录，大概不到5秒钟就可以完成的啦吼。那当然呢，也要欢迎大家，我们有日日抽抵用券，然后周周抽黄金，重点是我们月月抽百万汽车哦，我们的礼物真的相当的霸气，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高雄玩的疯。Wonderful， 然后一起呢来多多消费，把大奖给抽起来。那当然今天在我们的活动抽出的是我们的万元抵用券幸运得主，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先邀请我们的金发局高副局长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掌声欢迎我的副局长。接下来呢即将要在现场为我们抽出的是5位我们的日日抽万元抵用券的幸运得主，那我们紧接着是不是马上就有请我们的副局长为我们按下按钮，就先来抽出哦。同时呢我们当然对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邀请到我们的诚品联合律师事务所的黄伟成律师也上台来为我们做见证哦。我们的活动真的可以说是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那我们接下来在律师的见证之下就有请我们的副局长为我们抽出第一位
我们的万元抵用券的得主。好，当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登录发票。好，我们再按一次。好，我们接下来呢，马上公布我们第一位，我们的万元抵用券得主是 CQ20188961044，我们掌声恭喜。好，我们紧接着呢，也要再麻烦副局长帮我们抽出第二位幸运得主。好的，我们这个得奖者呢，事后我们也会寄 email 来通知哦，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注册时候的这个电子信箱。好，那我们紧接着马上要抽出第二位我们万元抵用券的幸运得奖者。好，我们再有请我们的副局长呢，帮我们再次的按下。好，我们第二位，大家可以赶快对齐这个号码 CT10905184002，恭喜这位得主，掌声恭喜。好，那我们紧接着呢，马上要抽出第三位，有请我们的副局长，好，帮我们按下这个按钮。大家今天在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的见证，我们还有律师，恭喜第三位是 DM30905126002，掌声恭喜。得主，那我们紧接着还有两位，我们继续麻烦我们的副局长。好，当然大家也都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账号来查看。第四位，我们的 DG61497792013，我们也掌声恭喜这位幸运的得主。好，最后一位，我们的万元抵用券得主，有请我们的副局长为我们抽出这位幸运儿是 DG61845964002，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我们的副局长。好的，当然呢，我们接下来我要请律师继续留步，因为我们活动还没有结束，接下来马上要有一点时间，让我们的小帮手呢帮我们把这个抽奖换到我们的周周抽模式哦。这一次活动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一共会抽出130两的黄金，价值超过800万元哦。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抽黄金是最保值的，希望大家来到高雄也可以保值在高雄的回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市长，是不是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市长帮我们抽出10位黄金幸运儿。那同时我们也有请黄律师来为我们见证哦。首先我们就有请市长帮我们按下按钮来抽出第一位我们的黄金幸运儿。是的，好，我们第一位，好，我们可以按下去。好，当然呢，我们也希望高雄放最大，除了来抽中黄金之外呢，我们也希望无限来放大财富。好，那我们的接收器呢，代表说我们今天现场是公正、公平、公开的。好，我们再一次，好，我们请抽出我们第一位黄金幸运儿，恭喜这位1B075968790017，掌声恭喜。这是我们第一位的黄金幸运儿，紧接着我们继续麻烦市长帮我们抽出第二位，是我们继续抽出第二位我们的黄金幸运儿。好，恭喜这位 DM31058115002，恭喜。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市长帮我们抽出第三位，希望大家无限有钱赚，财运好运都不间断了哈。来，第三位恭喜的是 AW02507424110。好，我们大家要看清楚了，恭喜第三位我们的黄金星儿。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市长帮我们抽出第四位，恭喜这位幸运的得主是 DU04626771001，掌声恭喜。好，我们的第四位我们黄金得主，接下来第五位，我们周周都抽黄金哦，我们希望呢让大家第五位的得主 AV103824670010，掌声恭喜。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我们的市长帮我们抽出第六位黄金幸运儿。好，我们这一位黄金幸运儿是 BM61700888070，掌声恭喜。接下来我们要抽出第七位，第七位我们的黄金幸运儿。好，有请呢，我们真的是非常幸运可以获得我们的黄金的是 CK26361773032，恭喜这位幸运的得主。哇，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市长帮我们抽出第八位，最后三位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手气。接下来要抽出的是 DU01760469001，掌声恭喜。
好，我们最后两位了，最后两位有请市长来帮我们抽出我们的黄金幸运儿。好，我们继续要抽出这一位是 BU647162760032，掌声恭喜。好，我们是不是剩下最后一位了？最后一位，我们的黄金幸运儿，我们要恭喜这一位是我们的 BY25058723004，掌声恭喜！我们也有请市长留步在台上，当然尤其今年金价频频创新高哦。那来高雄消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买不下手，但是来高雄消费，我们马上就送给大家。那当然接着下来呢，我们要恭喜刚刚上述的以上十位我们的黄金幸运儿。那同时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律师，可以请先回座。好，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高雄振兴购物嘉年华，除了送给大家熊喝赢的抵用券，还有熊珍贵的黄金之外，我们还送给大家熊喝赛的百万名车哦。所以呢，这台车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 Toyota Prius 哦，这个在全球是卖的强强棍，而且2019年呢，我们还是日本乘用车的销售冠军。这个冠军代表着我们也希望高雄经济可以冲第一，大家来消费，同时也可以做到环保跟爱地球。那刚刚市长也有跟大家介绍到，我们月月抽百万名车呢，当然我们目前已经产生了两位，每个月产生了一位，所以我们目前总共共计两位的幸运得主，今天都来到我们的现场哦。那我们首先呢，就要先邀请到我们7月1号抽出的这位汽车得奖者卢小姐上台颁奖，我们掌声欢迎。真的相当相当的恭喜我们的卢小姐，也请我们的市长来为我们颁奖。那因为卢小姐呢，是我们第一位的幸运得主哦，目前已经完成了过户的手续了，该缴的税也都缴了哦。所以待会呢，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卢小姐就可以当场把汽车开回家。好，别请卢小姐可以在旁边稍等一下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的是8月1号前天热腾腾才刚抽出来的我们第二位汽车得奖者林小姐。庄雅一经理，以及远东搜狗我们企划课的蔡苹果
是百货哦，甚至呢是我们所有高雄的店家，大家一起合作哦，来振兴我们的振兴高雄购物嘉年华。好，那我们大家后第二排的贵宾，我们可以稍微插个空隙，那大家可以让我们的是。那也邀请我们的百货的贵宾呢，我们可以稍微的露出我们的脸庞，不要被挡到哦。好，可以吗？都有。好，可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先有请我们的长官帮我们轻拉的这个彩带，让正前方的媒体记者朋友们先捕捉一张合照的画面。好，我们先看一下正前方的摄影镜头。好，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呢振兴，让我们的小钱变大钱，欢迎大家一起到高雄消费，抽请来。可以举手让我们知道一下吗？好，都有了。好，待会呢凯莉这里倒数3秒，有请我们的长官帮我们启动仪式咯。好，我们大家准备好了之后，我们一起来倒数3、2、1，请启动，掌声鼓励。今天的是我们高雄放最大的主题破条，希望透过日日抽中抽抽的活动，让消费者民众大家都有机会把大奖了解。好，接下来长官这里呢，凯莉这边呢有这个收据台，同时呢我们要邀请我们长官，我们还有一趴的大合照。待会呢凯莉会说高雄放最大，那请我们的长官帮我们比个赞，这样好不好？我会说高雄放最大，我们先看正中间的媒体记者朋友们，来，预备，高雄放最大，赞。好，最后看一下左手边长官，您的左手边，来，预备，再一次哦，高雄放最大，抽中的时候那一刹那，当被通知的时候，事情分享一下。另外是你是在花了多少，这个消费是花在哪上面？这个灯花的灯有没有做到？看情况。就是很激动，然后觉得这个真的抽奖，对，第一次抽到那么大的奖。然后大概这张的抽中这一张的大概金额是1万多块，然后是买生活用品。是，平时就喜欢逛街买东西吗？需要，然后因为有这个活动，就是大概会增加到500块，然后增加一次抽奖的机会。就增加到500块。对，谢谢。你们怎么鼓励？你是得奖者，鼓励说大家来高雄消费。就是真的抽奖，大家可以放心，消费完就是上网，记得上网登录，然后发票金额都要正确，才不会取消金额。好，吴小姐，你是住哪？我是住凤山。我住凤山，你是住高雄吗？没有，我是台南的。台南的，所以你这次是怎么样来高雄消费的？是去做那个汽车的保养，对，然后消费金额大概是3000左右，对。是通知你得奖那一刹那心情？就是很兴奋，然后大叫的，对，只、就是很雀跃，想说，真的是中了，就超开心的，对。刚好缺台车，就是。对，就很兴奋。还有什么车啊？所以你做车子保养，还有什么车？那有旧的车怎么处理？就是给其他家人开这样。对。OK，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